们警察用跑的，我们都莫名其妙一路跑一路戴手套，他们都留到好久了，都留到傍晚了才走了。他的尸体不是拿走啊，拿黑车来的，他们才走。其实我上个礼拜哦都已经嗅到有味道，但是不懂是什么，以为是马来人煮东西还是那些麻辣煎的味道是什么，所以就没有去管它了。它是一阵风过来，味道比较重，是厨房那边啦，啊，厨房那边比较重，客厅也是会。有时候是有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以为是我们地面有一个垃圾槽，不大准，也是没有有 on off 这样来，可能是风向，我以为是风向的关系。很多年前有跟他的妈妈打招呼，这个电梯还没有坐之前哦，有跟他妈妈打招呼。阿志他儿子没有，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话的，买东西给他，他敲门拿了就进去，也没有说 thank you， 什么都没有。他的邻居讲，他的妈妈哦，好像很少出门了。他的儿子我有看那个。去买饭，我们在那边坐，他从那边走过去买饭而已，这样很少交谈的。